这是按台湾金鸟会吼第一次的孤板金鸟会吼，孤板金鸟会吼，所以讲有大家参与吼，哦，大家带来无限的福气吼，哦，这天气变甲足凉爽安尼，哦，鱼仔感觉也真轻松，吼，这是嘛是大家所辛苦付出的代价，吼，啊，所以真感谢，啊，嘛咧，也祝福按这个。台湾啊，金鸟会第一次会当安尼办这安尼金鸟会，当安顺顺利利吼，啊，大会当成功吼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但是我想吼，今仔日伫即几日经过水皮温啊，做侪乡亲就拢去服务处问讲，啊，水皮温啊一桶一桶是啥物？我甲讲，迄是咱足名贵的物件，要来遮做比赛啊，甲展览，也是咱台湾的第一次。哦，掌声欢迎！啊，个有安尼迄个市议员哦，国民党市议员黄丽娇吼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个有迄个按国民党台南市东部副主委员江昌元吼，谢谢。啊，个有迄个按立委哦，陈立委哦，伊的迄个助理秘书吼。第一指标，还有按所有来自日本的小 C， 谢谢啊，大专，这个国家参与此次的盛会哈，非常难得哈，算是第一次办理哈，啊，我们就我们农委部门了解哈。观赏鱼目前是我们农委会呢推动了六大新兴产业啊，尤其精致农业的卓越方案里面呢、啊，其中一部门哈、啊。我们目前资料里面，我们台南市啊，原来掌握只有七家的观赏鱼资料，刚刚理事长跟我讲呢，有十二家哈、啊。目前总数量呢，大概全国呢是第二名哈、啊。今天的大会圆满，祝大家平安喜乐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。平安喜乐啊！哎，安尼感恩弟子，感恩道教佛，感谢。